他们又回来了，你等他们进来呗。嗯。Stop moving the phone。好了，有了。有了是吧？嗯、我们又来了。刚没点到那个分享链接的那个，对啊，所以我看到你们弹幕了，圣诞老人糕是啥意思呀？我今天是你们的圣诞树，妹妹是你们的圣诞铃铛，铃铛，对，铃铛。哇，今天颜色好丰富，你不觉得吗？因为每一次我们就应该有鲜艳的颜色，这样子会丰富多彩。平安夜，你们有什么愿望呢？吃苹果了吗？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这衣服好看吗？你说你这个圣诞衣服，他们说很好看，是吧？谁的更好看？我最近一直在穿是紫色，哎，是我穿两次，哎，一次紫色，是觉得我可能穿紫色比较好看吧，给我搭的全都紫色，对，而且配这红色嘛，我觉得特别合适。我很喜欢毛毛，你们多吃苹果对身体好。我发现你不太爱戴帽子，哎。为什么呀？我吗？嗯，因为会遮住我的漂亮的美，对，你的脸蛋。是的。幸好今天没吃东西，不然我可能会吐了。哇，你看有那个圣诞。是的，是的。好，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去年的圣诞节是怎么过？哦，已经说了，刚刚说了，就是再补充一下。那要不各自说一个，就是觉得最难忘的圣诞节。最难忘哦，天哪，我想不出来。就去年吧，对你来说，去年玩个狼人杀是难忘的，年，主要是跟谁在一起，我觉得这很重要。对，觉得不是说你要在哪里过，是说跟谁在一起，对不对？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跟别人在一起你会觉得说？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过圣诞节。哎。对，每天我们都在过节呢，等待大家进入我们 By Two Girl 的这个直播间。你有没有发现我毛毛特别多？超级多，妹妹毛毛应该有五十点，有吗？有吗？不要再往后了，优美。再往后，我往后。妹妹经常就是拍照啊，或是什么拍视频的时候很爱往后站，然后就显得我头特别大。我真的想干嘛好吗？我们的，那我来说我的圣诞回忆吧。最深刻吗？嗯，说吧。我是在东京吧？对，我在东京过的。嗯，但是我跟你分开呢，然后在东京过，然后嗯，我都不知道我在哪过，都忘了，有点失忆。最深刻为什么会在东京？是因为很浪漫吗？就是对，很浪漫。然后就他那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灯光啊什么的那种装饰啊，对，是有很大的那个圣诞树吗？大棵圣诞树，其实哪里都有大棵圣诞树，那只不过装潢什么的都非常的浪漫，让我陶醉在里面，感觉我在童话故事世界里面。嗯，对。然后因为我是很喜欢浪漫的人。谁不喜欢浪漫呢？难道我都没有给你浪漫吗？当然没有啊。什么？是啊，你有给我浪漫过吗？其实浪漫。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的梦想是有一棵三米的圣诞树。三米啊？放家里那种。我昨天买了。三米。我本来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的，我买的是两米一。啊、嗯，那差不多。那差一点点，除非你要那个天花板就是掀开。只能到两米一了，然后买了非常多装饰。
那我们可以明天我们回去就可以装了呀，可以一个一个布置耶。是啊，到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呢，我很想给惊喜。对，然后我们今天要玩游戏，所以你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快乐的心情。什么？你最想获得的圣诞礼物是什么？你一直可能在过去几年都没有得过的东西。哦，最想获得，对吧？对对对，我最想获得就是呢，那个就是礼物。我们分别写吧。分别写要说吗？要写吗？对，我们看我们的默契是吧？一步一致。那来吧。要写什么来着？你说那个什么？圣诞礼物。对，圣诞礼物。好的，那我开始了。那开始画了。好，你们也写一下，看。Oh my god！ 好，我已经那个什么写好答案了。手机跳楼了。Yumi，我已经想好了。我觉得我跟你会有点不一样。最想要的圣诞礼物是吧？我想一下，除了圣诞树之外，圣诞树本来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得到圣诞树，可是好像都没有实现，所以我自己买了。有些时候要自己。那我要分享给大家我这个想要得到一个圣诞什么样的一个圣诞礼物，就是这个，看不到。我想一下什么圣诞礼物。看不太白了，对，圣诞礼物这样子。想一下，大家看得到吗？我的画。圣诞礼物，你说一定要那种圣诞气息的圣诞礼物吗？这是我想要的圣诞礼物。这什么东西啊？就是呢，可以装个人的那种圣诞礼物。盒子吗？对，盒子，然后里面装个人。那要不买个家吧，这样比较快。看不到太白哦，往后放一点，对，这样子，看得到吗？装个人，就是这个礼物盒能装个人，哇，好特别啊，对不对？如果一个礼盒里面可以装下你们多好呢，一打开就可以见到你们，是不是？你呢？好啦，你就直接说就好了。你这样，我的圣希望的圣诞愿望是我想要很多很多几百个毛毛来，像这种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爱收藏毛毛的人。对，爱缩头嘛，缩头，对，缩头术，对，所以我觉得挺适合的。毛毛，这算是毛毛吧？我超级多的，而且冬天的时候就爱戴毛毛了。毛毛，不是毛毛，毛毛，毛毛是我发音不标准吗？说错一个字就变成一个人了，你知道吗？对，毛毛。毛衣杀了我吧，这毛，对，毛线吧，毛毛毛，这是毛毛吧，我没有说错。那这边是怎么说呢？毛线吗？毛线吗？哦，是这样子呀。哦，原来如此。粉丝在说谁呀？太好笑了，真的是。然后再一个问题，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好吗？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可以如果分开度过的话你会怎么度过，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觉得要怎么度过？我的天哪，你手机要跳楼了。我刚刚不新换的手机给我跳楼了。你够了，你Yumi。为什么不分开？好，那来其他问题啊，你帮我们想一个问题吧，大家帮我们想个问题，然后我们来回答，好吗？那我想吧，我想一个。让他们想问题。我刚想到了一个。让他们想问题。我想到一个。让他们想问题。我现在想到一个。让他们想问题。我想到一个了。让他们想问题。你最喜欢的圣诞歌是什么？圣诞歌我好喜欢好多好多多首歌，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挑一首然后唱给大家听。好啊。那让我们来问问题嘛。让他们问问题，然后我们来回答，看一下我们默契度到底是多高。有时候真的是没默契，经常。
上次是什么时候那个啊不就是他们想要我们跨年当然像说跨年可以跟大家一起过啦，我觉得每一年必须要跟大家一起过的。为什么这样子啊？这个那十二月有什么惊喜？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十二月有什么惊喜？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一样。你有没有一个别的？又有这个一直弄开。这个有什么惊喜呢？我写完了，换你。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你可以唱，唱你喜欢。There's just one thing I need.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来吧，你唱出土味了。那你写一下，你写一下，快点，小心啊！写什么？写一下这个有什么惊喜？问的问题，这个有什么惊喜？看有没有默契度。这个有什么惊喜？不是很容易吗？快用脑子想一想。好，一二三。看不到，根本就看不到。我看你，你写什么？新歌，没错。我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对，新歌就也算是翻唱吧，然后终于有一首就是正经的翻唱歌，也不是说就是就是大家能够在线上听的翻唱歌。对，一般都在视频看到嘛。对对 对, 对, 对，而且这首歌会有一些重新的改编，所以会很特别。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剩下的只能在线上听了。好，那我们要，哎，你刚说那个圣诞歌，我们来播一首吧。好啊，好啊。那我来播我最喜欢的。好，那就跟着唱，就跟着唱就行了。好喜欢圣诞节，你来一个。Santa tell me if you really dare。哦，唱错了。Tell me。If you really dare, don't make me fall in love again. Leave me here next year. Santa, tell me if he really cares. Give it all away if he won't be here next year. I'm trying, honey. Lots of focus when I see him walking across the room. Let it snow, it's blasting now. But I won't get up the more. I'm avoiding every mistletoe until I know it's true. That he thinks of. So next Christmas, I'm not. Oh no. Santa, tell me if you're really there. Don't make me fall in love again. He won't be here next year. Santa, tell me if he really cares. Cause I can give it all away if he won't be here next year. 圣诞快乐 ，Happy Christmas. High five.哎呦，这首歌还蛮甜的，甜甜的。Santa, tell me if you're really there. 对，这首歌很特别，就是他说那个什么每年就明年你还在吗？如果你不在的话，那就等到明年吧，那种感觉。对，就是挺浪漫的，对不对？那你想听哪一首？我觉得有一首很适合你，哪一首你会喜欢的？我喜欢 Sam Smith 的版本，可是它是比较。伤心的那种，你会喜欢这首那种，这个，这也是圣诞歌吗？是吗 ？Yeah， 是圣诞主题，来试一下。对，很浪漫，就是挑战吗？啊、哦！
这怎么唱歌？那试一下，试一下，很适合你啊。这个原曲是 Bob Dylan， 对，啊，对，是原曲，对，是很有名，原曲。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orld is i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 all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好听哦，换你。When the evening shadows and the stars appear.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I know you haven't made your mind up yet. I will never do you wrong.好，同志，好听吗？就觉得说哇，听了歌曲会特别的温暖，不再怕冷了。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一起拍手。在看直播的你们还是要拍手啊，我看得到你们。You gotta find out who's naughty or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ince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Oh, you better watch out.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ll tell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好有气氛的剧，对，音乐剧感觉。To town. 我整晚都在听圣诞的歌。对啊，一年听一次嘛，也是播各种圣诞的歌。他们说这圣诞节就是小孩子啊，就别哭别闹啊，不然没有圣诞老人不会给你礼物。哎，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嘛。其实我们有做一个圣诞的特辑，会什么时候出呢？对，会什么时候出？明天。明天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圣诞的翻唱。是的，在哪里呢？在哔哩哔哩哦。是的。记得在 Bilibili 看哦。对，有一个这个翻唱，而且就是我们每一次翻唱就想要每好，我们来最后玩个游戏。这个游戏给我，这个游戏呢叫做就你话多。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的，就是呢刚开始呢我们会有两个字来开始这个游戏，然后呢我们两个呢要在基础上加一个字，可是必须呢要通顺要完整啊。就比如说哈，是这样子，美丽，然后你说很美丽，然后我说你很美丽，是这样子的，你就怎么玩吧。啊，中间加字吗？对，就要加一个字，可是要有逻辑，如果没有逻辑的那种就是算淘汰，好吗？哦，就一直加字哦。对对对，然后至于是什么字让工作人员来提供给我们，看一下有哪一些字。从两个字开始。然后来，必须通顺。我们要抽一下，对，抽一下，抽一下，优米。我们可以玩好几轮这个。打开，苹果。好，你先开始，加一个字。爱苹果。爱苹果。对啊。爱苹果。对啊。爱，我爱苹果。你不行，我爱苹果，快点帮忙一下，粉丝们可以帮忙一下。我爱苹果，你要加一个字。我爱吃苹果。
啊，是可以这样子了吗？可以、啊、可以可以是吧？当然可以啊，加一个字就好。我爱吃苹果。我爱吃喝苹果。没有没有道理。不行吗？没有道理。我爱吃，这很简单啊。我爱吃苹果皮。快点换你。我爱吃苹果皮。我爱吃，我天啊，你真的是难倒我了。我爱，我们爱吃苹果皮。哇，好难哦！我们爱，我们不爱吃苹果皮。快点啊，换你啊！我们不爱吃苹果皮，我们不爱吃。我们不爱吃老苹果皮，可以这样子吗？可以啊，这苹果很老，是吗？嗯、我们不爱吃苹老苹果皮，我们都不爱吃老苹果皮。你作弊！你看到他们写的？有有你有看到？我没看，我没看，完全没看。我这加了一个，你刚说什么？我加一个都。你刚说什么？我们都不爱吃老苹果皮。你都不爱吃老苹果，认输吧，认输吧。输的人呢？输的人真是只有输一次而已。输的人呢？就是对我们还要再玩几轮，然后输的人要现场喝完一瓶水 ，OK 吗？正好我们暂时嘛，对不 对, 对？然后就是补充一下水分，这样子。好，可以。可以吗？好，下一个游戏，下一个游戏。下一个，下一题，美女，美女，我先开，先对，看美女，我看美女，我看美女啊，我，看我看美女吗？刚刚对，有点失忆，我看。哎呀，不想问一下这个，像我来个不一样的，知道吗？我，你刚说我看美女是吧？对，我老看美女。快点，我老看美女，我老看美女，走，走，对，我老看美女走路。对啊，就帮你铺垫了。我们老爱看美女走路。我们老爱老爱是什么？我们老爱看看。换个感觉嘛，每次都一样。对啊，我们老爱看美女走路。我们老爱看美女们走路。我们老爱看美女们走路，快帮帮妹妹！我们老爱看美女们走路，我们老爱看美女们，三、二、一，走长路，还长城哎，还长路，我还走长城了，走大路。粉丝们的那个没有没有看到，我们老爱看美女们走路，走大走大路，走大小路，没有没有这种不能，有啊，走大不通，走大，好，我认输，我帮你接，我帮你接，接，我们老爱看美女们走大马路，哎呀，不错，你这一局是不是好？再玩一局就 OK 了，就大家知道谁胜负了。那这个，拿掉。圣诞。好，圣诞。You better not talk, you better not cry。你快没电了。我快没电了，有没有充电宝？充电宝。
You better not. 你在，你在。选。我有，在我房间。OK OK OK。先不去吗？那个那边就有了，对，去看一下。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因为卡住了，是我手机没电了吗？怎么回事？你们弹幕都卡住了。就这样弄上去。卡住了，卡住了，好了好了。啊，这组终于起来了，不然就是一会儿，这是，嗯，好了。这冲了吗？好，冲了，冲了。嗯，好，圣诞。圣诞树 ，Yumi， 你怎么回事？圣诞树，我不要不要。圣诞树，三二，等一下，一圣诞，三二。可以说颜色吗？种圣诞树。你种圣诞树，种圣诞，种圣诞树。我换一个，买圣诞树，买圣诞树。嗯、我买圣诞树。你不要再加我，你快点，这太那个。我买圣诞树。我姐买圣诞树，我姐妹买圣诞树，我给姐妹买圣诞树，我们给姐妹买圣诞树。我们给姐妹买圣诞树，我们给姐妹们买圣诞树，我们给姐妹们买圣诞树，圣诞树根。我们给姐妹买圣诞树根，我们给姐妹买圣诞树根、嗯、瞬间就是不浪漫知道吗？就是我们给姐妹买圣诞。你输了，快喝水啊。我们给姐妹们买完圣诞树根买完圣诞树根，我跟姐妹们，我们给姐妹们买完圣诞树根，这不没有不符合逻辑啊？符合呀，不符合，符合不符 合, 符合？要不我帮你一下？对，你帮我一个吧。我们给姐妹们买小圣诞树根。啊，我知道，我们不给姐妹们买圣诞树根。我们不给姐妹买圣诞小树根，我们不给姐妹买圣诞什么小树根，圣诞小什么鬼什么鬼啊！快点，你输了，你就要喝水，这太不浪漫了。快点，你给我喝水。我们输了，我们不给姐妹们买圣诞小树根了，这不行，可以，这没有意思，可以有意思，不行不行，我们不给。姐妹们买圣诞树根，圣诞小树根，圣诞小树根，我们不给姐妹们，我们不给姐妹们买圣诞小树根二，二是什么？树根二。我们不给姐妹们白买小圣诞小树根二。没有，这什么是白买？白买啊，就是不要白买了。不是，是没有道理啊。是有道理的，给二才没，你二才没有道理，是不是二树根啊？那是你说话的时候。白买没有，没有这个，没有白买。你说开始说吧，你要喝水，现场喝水。白，不对，你这个很不通顺。白买不给不给姐妹们白买。你自己念一遍，你看说不说？我们不给姐妹们白买。圣诞小树根儿，你这个二才错了，你已经不给了，你已经不给，你还白买，好奇怪哦！快点，你们评评理，你们评评理，你们评评理，到底是谁赢了？我觉得高高赢了，看到没？
哪有白买？你看不出我赢了？你在儿子什么？树根儿？啥儿戏呀、啊？你小儿戏呢？好吧，喝水吧，就在你旁边而已。喝。那我只能喝水了，喝吧。要补充一下水分，这样子断食才不头痛呢。怎么样，水的感觉怎么样？好喝。不错不错，优米在教大家怎么爱护自己。爱护，爱自己的健康，对，养生就爱自己的健康。在最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今天直播比较特别，然后我希望说大家刚刚听我们那个唱的一些圣诞歌，也觉得有这种对我们明天即将要发布的翻唱有期待哦。明天哦，翻唱没错，我以为说发新歌，新歌是在31号的时候。你这三秒记的鱼，你才是好吗？你三秒，你对，明天小红书也是有圣诞的这个特辑，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哎，圣诞节你们都不孤单。孤单，孤单，你中文咋了？孤单不孤单？孤单。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们想我。想起谁？想你。想玉米糕。好啦 ，Merry Christmas！ 大家记得吃苹果，然后别太晚睡，然后疫情期间。